哦吼，一下来就看到一对螃蟹在谈恋爱哦，三更半夜的这两个家伙，哎呦啊，今天应该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一个梭子蟹，一个兰花蟹，哎，收到百宝箱，拿点水，今天行情可以哦。有个小可爱在这里，小海母猪，不知道它要游去哪里，嘿嘿，肉仔的。有，现在连打铁蟹都懂得约会了，给网友们看一下。这就是打铁蟹约会了，小的那一个是母的，大的那一个是公的，他俩在拥抱呢，看，哎呀，哈哈，这种奇景还是很少碰到的，一般抓的都是那些兰花蟹和梭子蟹，像打铁蟹的也是很少看到。看，哎呀。这两个不懂害羞，阿明过来了，他两个孩子当没一回事，跑了。你老婆你不要了吗？啊，兄弟，跑的连他老婆都不要了，直接就丢他老婆下来了。看来你这家伙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渣男，遇到危险你老婆都不要了，那就把你收回去吧。这边有一条好大的打浪鱼，看能不能抓住它。它已经游累了，鱼都是往上游的，它们累了之后就开始休息。有了，嘿嘿，发出那个声音，咕噜咕噜叫，嘿嘿，不错哦。我一直都很奇怪，为什么鱼老是逆着水流往上游呢？那它们不会累吗？顺着水流下去它不香吗？奇怪了。哦吼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一个打铁蟹和一个小兰花蟹已经打起来了，看，他们应该是在抢这一个海螺，是那个海白，看这两个家伙，咱们抓拍一下，看他们到底谁打了赢。这个打铁蟹中间是一个海白哦，他俩应该是在争夺这个食物。哎呀，这个兰花蟹应该打不过他，因为打铁蟹这个已经是成年了，这兰花蟹还是未成年。看，看他俩怎么战斗抢食物，给他们来个特写。哎呦，挺凶的，你别说，那打铁蟹已经咬着那个兰花蟹了，咱们赶紧的帮一下兰花蟹，要不然的话就打不过这个打铁蟹了。看，这家伙已经成年了，欺负未成年，把它抓回去。嘿嘿，这里有个打铁蟹，长得太丑了，不要。下面有一条鱼，躲在那个打铁蟹的坑里。哎呀，让他给跑出来了。呀，哎呀，在打浪鱼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么大一只打铁蟹，这个是打铁之王咯。你是不是在等待你的情人啦？哦，这么大的打铁蟹少见啦。今天晚上海货特别多，就是水比较浑。上岸了，出来了两个多小时了，这火鸡都叫了。哎呀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收获。哎呀，嘿嘿，给网友们看一下，螃蟹还抓的挺多的。
哦吼，有个大海螺躲在这里哦，哎呀，这家伙，看他把那个头伸出来，在视察，遇到危险啦，缩到里面去，哎呀哎呀，哇，那么大一个椰子螺，哇，爽歪歪呀，不错，收了。再找这边坑一下，看这里杜鹃螺。之前有网友问阿平，为什么不吃这种螺不捡？因为我们这边太多了，都吃腻了。哎呀，嘿，3更半夜的，这两家伙出来约会呢。哇，这鲍鱼应该很老了，看上面都长了海蛎，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哦，这两个偷偷约会，收了。好多寄居蟹，这边水挺清的。喂、哎，哇，有条鱼，一条漂漂亮鱼。哎呦，躲在那里哦，慢慢的靠近它。哎呀，跑了跑了跑了，钻到石头坑里面去了。哇，这鱼是红色的哦。哎呦，哎，挺灵活的。等它先站稳先。哎呀，麻烦了，徒手抓真的是抓不了啊。看它会不会站。哎呀。哎，有了！拿脚来扶住，哇，哇，这条鱼，呼呼，跟美人鱼有得一比了，一条东星斑，看，漂亮吧？它的颜值不逊色于美人鱼哦，哦，全身红色的，还有那些斑纹，哦，不错不错，来收桶里去，再继续寻找。网友们，看一下，有个大红蟹躲在那个坑里。这个下手要快哦，它两个夹子挡着那个岩石。哎，慢了，被它跑了。这里又是一个大青皮螺，哦，个头都是很大了，这边的海螺。水那么清，都没东西抓吗？哇，有条什么在那里？哎呦，有点像电鳗哦，是吗？看那个尾巴在这里，是海鳗吗？哦呦，哦，长鱼，看那个头在这里，把它赶。呀，这家伙。这个攻击性特别强啊，抓到要小心了、啊。呀呀呀呀呀，上来！哇，这条长鱼，这种鱼特别喜欢吃那些小鱼、螃蟹之类的，估计想上来捕食了。看、啊，哇，那个嘴巴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不能玩了，赶紧，赶紧拿到上面去。哇，看、啊，拿桶来，赶紧把它收进去。咱们再去那边看一下。那你发现一只九柄蟹，这种螃蟹我们这边当地人很少吃哦，太瘦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你是怎么讲啊？你还要跟我对战的吗，大哥？你四级都没有啊？都没到四级，这里跟我耀武扬威哦。走了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这会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，真羡慕网友们呢、啊。这时候在美梦呢，阿平却要出来讨生活了。走了，长话短说，咱们到海边了，期待有好的收获吧。看一下这个海葵，漂亮吧？这种海葵它们也是在捕食哦，
一旦有猎物靠近的话，他们直接就收到里面去了。哎，这海龟还会喷水。走了，找一些有用的货。呀，青皮螺，收了。需要清啊，今天风平浪静哦。哎呦，这边好像有东西哦。哎呀，嘿嘿，差点就错过一个大螃蟹。哇，这家伙逮了条什么？那嘴巴还在动动啊。哇，逮了一条这个八爪鱼。这个八爪应该还很新，没有闻到臭味。哇，这蓝花蟹，弄出来去。哎，这根本怕的连他的东西都不要了。哎，拿到你的战利品。哎呀，他不要了。嘿，对了，拿着，一鸡两得，给他收到桶里吧。这边再寻找一下，晚上很多东西出来捕食哦。其实晚上赶海，海货还是多过白天的，因为水温比较冰的话，螃蟹啊什么都喜欢出来游行。就是晚上一个人赶海，有点怕路。哇，有条大货的嘞！他发现我了！哇，想要游出去！哦，一条石斑鱼哦。这估计是想要进来捕食螃蟹的，结果，哇，这种鱼会咬人的，老鼠斑，啊，哦，游到浅岸了，堵住它，哎，有了，哇，哦，那么大一条石斑。发财喽！看来今天晚上有好货抓喽，去收桶里去。个青皮螺，还有个猪仔螺在里面，看到没？嘿嘿，这个可能是出来跳广场舞，天快亮了，准备要回家了。嘿嘿，收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个螃蟹。应该是那个蜘蛛蟹，哦，夹到了它一个夹子，然后被它给跑了。这家伙自端一臂为了自保。潮水特别干哦，水也特别清。下面好像有个虾呢，跑到里面去了。下手要快，要狠，要准。哎，这个是他抱着这个花吗？你是准备先拿去送给你的情人吗？但今天也不是情人节啊。好多这些海花呀，一朵朵像红色的玫瑰花一样哦，漂亮吧？退潮之后，珊瑚礁啥都出来了。这个啥玩意啊？反正是一个海母猪。珊瑚礁的海母猪挺好看的，可惜这东西不能吃。走吧，找一些有用的货。哎呦，这青皮螺可以哦。哎呀，这个帽子螺躲得那么深，这边还有。哇，今天晚上好多海螺呀，看一下，都是海螺。哟，这边还有一个。这些海螺都是晚上他们就出来了，白天就躲到这些坑里面去。这一个地方就有好多个了。哇，看一下，这水坑好深啊。哦哟，哇，这边有条漂亮鱼。哎，这个已经领盒饭了诶。哇，那么大一条美人鱼。这个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干嘛呀？看一下鱼鳃。哇，这鱼还很鲜哦。不会是被螃蟹攻击了吧？哎呦，运气还是不错的，给它收了。
再找一下这些珊瑚礁。终于到这片沙滩了，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过来挖沙蟹给小阿平煮粥了，最近他的稀罕也是比较多的。哎呀，为了儿子啊，千辛万苦三更半夜的出来赶海啊。哦吼，这有个沙蟹洞，看到在里面了。这个应该是刚挖洞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那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想搞偷袭。第一个收获，哎呀，再接再厉。前面那边看到一只好大呀，直接钻到坑里面去了。晚上这种沙蟹他们打洞一般都不会打很深，随便拿手挖都能挖到。阿平晚上出来挖沙蟹基本上都不用带铲子，看到没，嘿嘿，兄弟出来吃夜宵了。哇，这个好大一个啊，肥不肥啊？第二只收获咯。哦吼，有个蟹松在那里做美梦呢，咱们慢慢的靠近它，吓它一下。这个应该在梦游的。起床啦，上学啦，跑了。哎呦，这个速度啊，马拉松参赛者，看，跟他比一下体力，跑到他自己累，你跑啊，等他累了之后再抓他。哎呦，速度越来越慢了，那平时让你不锻炼，遇到危险了，都跑不过我。哎呦，追到这一片海域去，赶紧的，掉头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到你家的门口，有一个在这里哦，在不在家呀？还是出去约会了呀？原来在家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想要跑。晚上抓这种沙蟹简单的不得了，哎呀呀呀，想要出来三只咯。这边又有一个洞，哇，这啥东西啊？是小蜗牛吗？慢悠悠的在爬行呢，嘿嘿，一到夏天这种物种就比较多。这个不会是你的家吧？这么小的一个，住那么大的房子。你是富二代吗？赶紧追上，看到一只跑过来了，嘿嘿，看那个脚呢，很远就看到它过来了。哇，这个好老啊，哇，这个是沙蟹之王啊，看，呼呼，都是泥巴，哎呀，这种沙蟹给小孩煮粥是超级的营养，还能去除那个稀罕哦。哇，看一下那边有个沙蟹之王，好像也是在跟周公打交道去了，在梦游。看他睡得多香啊，兄弟上班啦，迟到啦，哈哈哈哈。跑了，赶紧追上！喂，哇，这只好大呀！哎，你自己跑来我的百宝箱吗？你这是要自己进箱子吗？哇，这沙蟹特别肥。进！哎呀，自己跑到箱子这边来，清洗一下螃蟹。拿到岸边展示一下，嘿嘿，
应该有十几个吧，够明天给小阿平煮粥，一天吃三顿了，看，不错的收获，治疗稀罕，特别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今天的沙滩赶海抓沙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有喜欢阿平的记得点一下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